团队在那边，没有人来这边。肯定有人。幺右边，有一队落二号楼了。打两个，不行的，没事的，没事 baby 走过去，敢打我 baby、没事 baby 我救你，那我从右边绕一下那个鸡哥那个，别着急，我先让你。把那人机打了，那人机。倒，警局倒。上面倒了，你快救一下他。谁在他旁边吗？警局也倒，没事，我 baby 在救他。我先往前顶了。圆盘上面被我打倒了，进来一个，打我 baby！ 哇，太是。是直接淘汰的吗？不是吧？倒两个，那个还有高价两个。在外面。baby 他们来了，倒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我上！好，死了。喜欢。谁来救救我？别怕，宝贝，我来。我很抱歉。哇，现在终于肥了一波。等一下，我也想问一下他为什么说喜欢三号。可能这就是淘汰王的魅力吧。我们为什么不卡那个 bug？ 等一下，为什么喜欢三号？有人。没有了。第三刀。没了呀。打一个。没事。不会死。轰炸区炸到了一个。轰炸区离我们很远啊。就是说啊，那么远。我靠右边走。我看能不能靠右边拉一拉。他们这是另外一队啊。是的。无敌的金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对，那个石头留个石头打。打两。应该在切那里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，去哪了？还在这里。啊，死完，去止死了。没了。有人在打那个。6B666，我的宝贝。哎，他说他喜欢三号，是因为三号的眉毛好性感，这是什么？
眉毛好像，他是不是他是不是看我头像了？嗯，他是不是你说你变？不是他，是他变态吧？那你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我想问一下。大家认识好像是个男的。男的呀，啊、嗯。那你麻烦，那你麻烦就只有一下，麻烦转告一下，我也喜欢他，好吧？哇，爱心，爱他哟，么么哒，嗯啊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哎，哎，我的车去哪了？怎么走啊？可以走。上车上车，我可是老司机哦。哎，走走走走。我的眉毛长出来啦，虽然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也快了。我们不是有一台车吗？在二号那里，二号 baby 那里。啊，二号开走了吗？我很抱歉。不过也不太行，也不太行，至少比那个行。刚才那个空投好像没有人接，那可以摸一下。我现在不行，可以摸一下。你们摸吧，我三头三甲。我也不想要，狗砸哎，狗砸哎，快捡！你们捡，我有了。我的妈呀！等一下，我把这个一燃烧瓶丢两个，就拿四个燃烧瓶。拿那么多燃烧瓶，我一般都是捡两个就够了，太占背包了，燃烧瓶。对，我没看着，我就捡人家包里，只点了一下，他就一下子。谢谢各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订阅啊！大家也可以把背包的骨疗可以清清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二十个人，哎，我们要打山顶哦。哇，就要进行这个德行了，去换辆车吧。那我们去车库看看呗。有辆车在车库停着。我感觉车库也有人。有人。有辆，有金色的车。可以过吧？看他们的车吧。他们的车顶都没有。哎，右边，右边。下车。很长的，很长的。很长的呀，很长的。我在丢烟。哇，我打了他多少伤害？这些人。